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继续前往主线啊。之前我弄做一做，这个小哥哥传过去就是逍遥派，好可爱的姑娘，小女子王蓉想拜见吴小姐师傅。好，支线先接一接。启禀师傅，有位王蓉姑娘前来拜见。是龙啊，请上进来吧。是，姑娘请进。多谢小哥，师傅，龙哥拜见师傅。咦，好，起来吧。多谢师傅。你爹的信为师也看过，明天起你就好好跟着为师习武吧。是，师傅。师傅，弟子来请安的。有客人。原来这么好，为师来介绍这是我们新来的师妹龙儿。龙儿是什么事？龙儿知道，是大师兄古月轩，二师兄荆棘，三师兄。哦，这么快就认识了。名师出高徒嘛，说起师傅跟师兄们的名声，在江湖上谁能不知，谁能不晓？龙儿自然先辨得出来了。龙 儿只是说实话罢了。师妹过奖了，欢迎师妹来到逍遥谷。欢迎师妹。喂，为什么是我啊？师兄别客气，龙儿对烧方做菜颇有心得，不嫌弃的话，就让龙儿露一手给孝敬师傅说说嘛。那就让我也去尝尝你的手艺吧。担心，师傅担心什么？没什么。知县，今晚的主菜时蔬炒羊肉。为什么吃这道菜会有幻觉？时中有话。这边的剧情跟单机版其实也是一模一样的，这是百灵刀吗？烫很烫，我去端吧。在想什么坏念头啦？哪有什么坏念头？二师兄才在想什么坏念头吧？你又知道我在想什么了？那二师兄又知道我在想什么了？你们什么都别想。玲珑佳人，请轻创作。这就是新的剧情。答对题目才能知道。什么？你能做，我能做，大家都能做，一个人能做，两个人不能一起做，这是什么？做梦吗？还有，自信太多了吧？坐在水中当怕水冲，放在水中无影无踪，猜疑物。糖也是啊，坐在水中，放在水中。好了，我猜一眼好了。三思敲鱼，还有吗？没了。哦，还有。下棋。师傅，第七次了，然后又输了。棋圣。办不到，你这兔崽子就知道顶嘴。看看你们师妹多懂事，好好学着点。看不到，然后静止下来，却不见师妹有任何习武迹象，不知何故。老头，不会是忘了吧？
你们可知道龙儿的爹是谁？不知。爹的爹，龙儿的爹叫王虎，狂风刀法名扬江湖的金门叮当门门主王虎。他爹没办法，才写信拜托威斯叫龙儿启发一点西谷的兴趣。不过看来威斯也是没，不如我把龙儿教导龙儿武功这件事交给你们来做吧。哈，龙儿你们年龄相仿，说不准会比较容易受到影响。启发西谷兴趣有什么难的？没错，成为武艺大佬是多少人梦想啊，身边很快就了解的。这样师傅吩咐弟子谨听遵命。终于不必当坏人了。师傅他来了。咦，师傅，这茶真是好喝啊。嗯，师妹放心，我绝对不会留一手的，尽管学吧。不错，师兄我一定倾囊相授。王龙傻眼。不方便？哪里不方便？就是女孩子每个月，哎，你知道的。我不知道。师妹可否说明白点？就是女孩子每个月忽然感到全身不舒服，脸色发白，冷汗直冒，腹部疼痛不已，疼到心跳都快停止，没办法练功的。我瞧你脸色挺好的啊。他不好，哎，我这个好疼，心跳好虚，头晕目眩，这么严重？师妹不舒服的话，要否给大夫看看？这倒不必的，我休息休息就没事了。啊，有时候时间半个月，有时候月底好了一两天，下个月又开始了，我也说不准。说真的还是说假的？这个、岂不是不用练功了？啊，好痛苦啊！要是这个时候被人家练功，太没良心，会遭天打雷劈的。嗯，没良心说是遭天打雷劈的。你看着我做什么？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别打扰师妹。师妹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咱们走吧。你想当女人这么悲惨吗？谁知道，我又不是女人。不如去请教师傅吧。师傅，弟子有一事请教。哦，什么事？女孩子家是否每个月都会不方便？啊，这个人嘛，都会有不方便的时候，没什么好奇怪的。那女孩子的不方便是什么？就是啊，糟了，我一直忘了今日与担心有约，给赶紧出门了。老头子该不会也不知道吧？看来咱们今日各自做各自的事吧。哦，支线超多，王龙支线超多。小师兄找我问过神医，女人家不方便日子一个月不超过一旬，别想拖一辈子。这点我也跟神医前面请教过了。师妹，喝了药咱们就去练功吧。就是这个问题害我活活挨了湘云姑娘一巴掌。我瞧师妹脸色不太对啊，冒汗纯白，莫非喂，该不会上回是骗人的，今天才不方便吧？看来的确是不舒服，师妹今天就好好休息吧。哎，定好了，日子我记下，下次休想有借口。今天你下厨，那为什么是我这个师兄？计较什么？哎呦，这点药顺便捡给师妹喝，记住啊。我是心好人了不成？哇，超多支线！知道了，师兄师妹。哦，师妹肯定功了，太好了，走吧。首先，师兄你们瞧，可爱不？啊，确实很可爱，少女小猫真般配啊！喵喵，你竟然拆散我和小喵喵！别分心。扎马步，啊，我的小花，连桌上的花朵，我倒要看看还有什么让你分心的。你这二师兄，你说什么？我要叫二师兄啊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你，
你笑个屁啊！阿吉，别动粗，师妹，马步动作不复杂，像这样，你试试。这样，很好，就是这样。你住枪的时间。啊，我的脚好疼啊！师妹不要紧吧？我想似乎有些肿，恐怕是扭伤了。有没有搞错？扎个马步也能扭伤？哇！脚好了没啊？准备。今天绝对可以安心习武了，我会好好看着的。都到这个地步，师妹这下该好好练功了吧？啊，太阳出来了，我会晒黑，晒黑又如何？晒黑就变丑，变丑就嫁不出去，嫁不出去你们要怎么负责啊？那可不关我的事，我们只负责教你武功，没负责把你嫁出去。啊，当时把二师兄这边呢、啊？不是吧，阿吉，竟然泼水！这下凉快了吧，练功。刚刚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你们还在说什么、啊？阿吉，你太冲动了，快去跟师妹赔不是。鸳鸯会真艳。兔崽子，你干的好事，你叫我是怎么跟龙儿的爹交代？师父息怒，都是徒儿没做好榜样，请师父责罚。亲自教，妖兽，我都年纪一半，你还在抢我？小哥，我是大师啊！好，这边快转啊！好，结束。黑风寨，黑风寨都灭了，不是吗？是小姐王龙的奶妈？哦，什么时候奶妈这件事情的？好了，先这样。